等我们看到标题，你们就已经知道，对，我们已经冷淡了。相信很多人都在封国期间跟自己的伴侣、情侣没有见到面，然后慢慢的冷淡冷淡，甚至分手。对，我给玲玲的感觉也是这样子，我们已经三天没有见面了，到现在连晚安都没有讲，已经冷淡到一个极限了。对，所以我就是要 prank 他。OK， 今天其实要拍一个五周年跟玲玲在一起五周年的一个影片，然后我很坏，就是我在前三天就跟他讲，我想要搬回来家里睡，然后你就在工作室睡，然后我们就各自分开睡三天，然后在这三天期内哦，我就一直冷淡他，就是慢慢回这样，然后甚至一两个小时还回复他，然后到现在连晚安都没有讲，然后我知道他是心里很难受啊，然后他也知道今天是我们在一起的五周年，然后他默默不要讲，他怕有什么反应，然后我觉得他现在是欲哭无泪啊，很伤心，怎么这个男的这样子哦。我其实有收到很多私讯啊，就是讲很羡慕我们那些恋爱的人，因为他们在行动管制令真的很多人就是因为耐不住这个寂寞，然后两个就越来越冷淡了。我相信被冷淡的滋味是不好受啊。 OK， 废话不多说，我今天要做的就是其实行动管制令下也可以对你的女友很浪漫。 OK， 今天我有默默准备了我们在一起五周年的烛光早餐，还有一点点的小惊喜，所以我们马上出发，带我们去看一下我准备了Let's go. OK， 我给你们看一下，我前几天买了一个东西，玲玲非常喜欢的，然后昨天拿到我，你看一下，这里，这是什么呢？这是帝王蟹，等下我还拆出来给你们看呢、啊。然后我今天就要煮一个帝王蟹，然后等下我还要去超市买一些鱼扒啊什么来煮给他吃，所以我们现在出发。OK， 我们现在要出发，然后我跟你们玩一个小小游戏，你们猜这辆车还 start 得到 engine 吗？应该是 start 不到了啦，我看这辆车应该是有三个月没有驾，从新年到现在三个月，来，我们来看一下它能不能启动，紧张的时刻到了，居然吗？哇，可以耶，哇，我还以为不用去找玲玲了。 OK， 出发。 OK， 在这路途中我就跟你们聊一下心思啊，那些在行动管制令下会变形会冷淡的那些人都不是真正爱你的，然后他们一切这些东西都是一个借口而已，因为那么多天没有见面，不是会更想对方吗？为什么会忘记对方呢？你们就要好好去过滤这个问题哦。OK， 很遗憾的，我没有买到玲玲喜欢吃的三文鱼，所以我就换成蘑菇猪扒。哇，新创新哎，没有办法，现在食材不多，所以就将就一下。然后我现在就要偷偷闯入玲玲的工作室，我看她在干嘛。OK， 我已经到工作室了，然后我只听到一点动静了没有？那我现在去偷偷进去看一下。哇，没有锁门，一个女生在家没有锁门，应该是在睡觉。还在睡觉，太早了现在。OK， 我跟你们讲一下，我刚刚偷偷去买了这个冰淇淋蛋糕，我把它放在冰箱先，等待它出来。OK， 我现在要去看玲玲在干嘛，我三天没有跟她见面了，我怕会被她打死，然后我一个朋友就是要偷偷拿她的手机，祝我成功。我已经成功偷到玲玲的手机了，然后我在偷的过程中有一点 sad， 就是我看到很多 tissue， 不懂它是酷还是奶妈 BT， 我不懂。OK， 话不多说，我现在要做一个全女生都会很感动的事情，就是清空女友的淘宝购物单。哇，我现在有点紧张，我承诺了这个东西，我现在就要按过去她购物单，看一下她买了多少东西。你们想不想看？想看，我就视频录制给你们看，玲玲买了什么。开他的淘宝，然后按购物车，看买了什么。哇，全部都是裙子哎！你看玲玲其实很穷爆了，她还没有要买，可是她看的东西都是十多块啊人民币。
最贵也是50多块人民币的嘛。哇，还有买很多猫猫的那些东西。OK， 话不多说，我马上把它下单。OK， 在清空玲玲的购物单之前，我要介绍你们一个转运公司，就是这个东拼西凑转运站。OK， 为什么我要选择这个东拼西凑转运呢？因为他们的效率真的很快，然后他们很多敏感货物都可以代运。OK， 如果你们也想使用，我们就扫这个二维码。然后你们还可以享有9折的优惠哦。OK， 其实这个代运公司真的很方便。OK， 我现在就教你们如何使用。OK， 这东西其实很简单用。首先你要按这个获取仓库地址，然后再按这个一键复制仓库地址讯息啊，就复制下来了那个地址。然后我们就去淘宝那边按我的淘宝，然后再按这个设置，再按这个我的收货地址。添加新地址，添加新地址，它就这里就有很贴心的确认贴，就是直接它就 automatic 跟你 copy 上去，就按保存就可以了。OK， 这个地址你们放心，这个地址是任何国家都可以使用的。OK， 填写地址了之后，我现在就要清空玲玲的购物车，这里按全选，哇，400多块啊，人民币。OK， 我就按结账。然后上面就 automatic 有他的地址了咯，就是个收货人是刘燕燕。OK， 你们可以用你们支付宝来支付，或者是你们的马来西亚的银行，我们是选择马来西亚的银行支付啦。OK， 我们去按支付就完成啦。OK， 清空玲玲的购物单之后，我们要进行的下一个步骤就是选他买的衣服，然后再复制这个订单编号，然后再回去那一个 APP， 然后添加国内快递单号，然后就是粘贴在这边，然后再写你的物品名称，还有你的物品价格就可以啦。然后你在这个 APP 里面也可以关注到你的货物流程到哪里，然后他们也会通知你下一步应该怎么做。OK， 这个惊喜我已经完成一个了，我现在要做第二个惊喜 ，Let's go。OK， 我们现在煮这个地黄蟹。地黄蟹呢是很新鲜的，所以我们只需要用清水放一点盐来煮，清水煮它就可以吃了，因为要保持它的原汁原味。煮蘑菇酱猪扒，然后猪扒要撒一点盐在肉上面，就是磨牙均匀。好了之后再放点橄榄油，这个锅已经弄热了，准备好吗？下锅喽！谢了吗？不然呢？谢了吗？说不你来哦。说不你来。我是不要理我的，没你来的吗？你哪天我电话这么？你发现了？不要生气啦。不要，不要理你。你都不要理我，理你做什么？你现在过来做什么？出来看我死啊？没有菜。没有，走。还带你去一个地方。你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，宝贝？五周年吗？你五周年，你故意这样做我吗？那要故意做你。走走走，带你去一个地方。还有我电话，我电话在哪里？等下给一个惊喜，走，我们下楼先。我还没有弄好。那几时会弄好？不是播了没？走啦。啊，还在生气啊？不然。我其实这几天做了很多东西给你。OK， 你给我先安抚一下他先，然后等一下我们再看一下他看到惊喜的画面啦。转年不就是这样？还不生气？哪里有没脸？现在还第一次这样子。第一次。不像。像耶！点点点点点。我做给你的。可以耶。可以啊。什么？什么？哇！一起床就有得吃啊！这个是你也知道了啦。这个是这个螃蟹。什么？你不喜欢吃？是要
走走，吃海鲜。OK， 我发给你，然后我们先吃这个先。没有水的吗？有，我去打一杯水给你。OK， 在吃之前我给你一个警示啦，还你电话。警示。打开淘宝来看一下。什么的？淘宝。淘宝什么东西？然后。哇，第一次这样很正式哎。然后。去看啊。看什么？快点哦。看那个。什么？我操！啊。都不是空了。我帮你买到完了。我帮你买到完了，不用还要不用意外。真的吗？真的，400多块人民币。好了，不要把那些一块钱试试看。真的，我没有骗你。很硬哎。冷掉，你看没？很硬哎。因为冷掉。是哦。是 OK 啊，是不错，要改进一下，下一次会更好。但没关系，我觉得 OK， 因为你很少下厨。来，我爸又洗了，洗了。原来就洗了。来。爸给你吃整条肉。哇，可以哇，这个我可以沾那个。对啊，你沾吧。好吃。2000 years later。来，今天最后的小惊喜。是开箱。这个是冰淇淋蛋糕。对对对对。这是买给我们5周在一起5周年的蛋糕。然后这拿掉，这是干冰耶，开来看一下。OK， 这是这样开吗？ Oh my god， 超可爱！爽不爽？我也真厉害选的你。我跟你讲，连观众都不懂是长这样的，我没有拍给观众看，真的。超可爱，超可爱！我想要拍张照，可以看看。OK。我可以演到尾声了。然后李玲，我想问你一个东西，你跟我在一起5年，你有什么感触吗？滚！什么滚？没有啦，就这5年，虽然就是有发生很多事情，因为说真的，跟你在一起真的很难耶，就是整个路程没有像很多情侣，就是只需要啪啪拖，开开心心，你做工我做工这样。要想很多，因为我们的行业一开始是不同的，然后他跟我在一起也受到攻击，就可能他讲啊，哎，谈钱啊什么啊。是。我都没有很有钱，玲玲更有钱。我都没有钱、啊，是吗？我的感想就是，他陪我成长了很多，然后也一起创立了 YouTube 圈呢，拍了很多影片。我的回忆，我每次看回我们影片都会记来笑。然后在 YouTube 也有赚到一点零用钱，然后也有累积很多粉丝。而且是我逼着你做的，如果没有逼你，你们今天就不会看到 DDW 圈了。然后他也改善了我很多在言语上表达的方式，就是我现在讲话比较 OK 了，要不然我以前讲话很难的，我录这 video 都录不好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他改善了我很多东西，所以我感谢他。就是想跟你啊，这5年真的很辛苦，但是我不能保证说以后未来的5年是50年，50年应该不能了吧？50年还能？是50年，我还要叫这个牌子冰淇淋。OK。好，我们就不要这样子了。OK。铃铛们，我们下一个影片见。如果要。我不要做广告了，来。如果喜欢我们影片的，记得帮我们按赞、分享、好订阅、好打开小铃铛，请我们留言。OK， 不用拜拜先。拍完这整部影片，我一个东西要跟你们讲，非常抱歉的，就是对不起，我又撒狗粮了。